看镜头中间那个地方就是 Home Depot，把它放大一点。Home Depot 是美国这边卖那些家居装潢的这个商店，在旧金山这边市区好像没有，现在也就是不是在旧金山了，不是在市区了，是在 Daly City 这边啊，所以到那边去看看，那边据说有那个口罩啊，因为现在市区的 Walgreen 超市。有的超市买不到了，有的超市是限量啊，然后药店的口罩也买不到了啊，所以就到这个 Home Depot 这边来碰碰运气吧。有的朋友我看微信群里他们在美国，他们是可以买到这个 Home Depot 买到这个口罩的，说是可以买的。看这个 John Daly，约翰·戴利，有个 Boulevard 的，就是林荫大道啊。所以到这儿看一下吧，这边看，John Daly Boulevard 的啊，从这边过人行横道吧，啊，过人行横道之后，接着往前得走一块儿，这边就不是三藩的市区了，叫戴利城，在地址的时候呢，就后边就不是 San Francisco 了，就是 Daly City 了。以前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，我住的地方离这块不是太远啊，这块也有 Walgreen 超市，对，有 Walgreen 超市。所以美国这边城乡差别不是那么太大。戴利城这边有好多华人朋友吧？我看是不是从这个道过去？我看一下啊，从这块能过去吗？这边感觉看不到什么人，都是车。这边感觉美国这边车比人多，鼻子有点不舒服，有点打喷嚏的样子。啊，对，这边是有一些饭馆，他用那些。香料有点刺鼻子。Westlake 西湖鞋修理、皮革改制，Structure Hair 就在头发设计，Cigarettes 香烟。这边叫西湖，这边叫 Westlake 西边的湖。这个是锁自行车的，我应该把自行车放这儿，然后我到那个前面去看看。好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边应该我第一次来这个区。